没想到看到天气，今仔各地啊，真侪拢是侪云到好天。中昼过了后，大台北地区、东北地区、甲其他山区有一挂即局部低渐雷阵雨。啊，气象局有呾提醒，讲礼拜到下礼拜东北风会入南，各地拢会落雨啊，天气会较潮湿。下星期天开始到礼拜一，天气转凉的现象是很明显。尤其是北部、东北部，我们预估的低温，基本马祖大约17度左右，北部19度，东北部啊、中部20度，比这几天的低温下降好几度。其他各地的低温则在22度到23度。梅雨季是5月到6月，一旦有锋面来就是梅雨锋面。但是目前看起来，这两个系统它的界面还不在台湾上空。气象局表示，讲今仔西半部的高温有诶会到34度，东半部是即30、31，啊，中昼进前即南高平啊，要往山区即个所在，有诶所在可能有36度诶机会，啊，感觉较湿热，紫外线有嘛较强，伫个外口有活动，应该啊加啉寡水补充水分。另外，西半部甲金门马祖有诶所在可能有大雾，会影响到连接度。